秦王听令，依照阴阳学说为立论根据，结合针灸达成、黄帝素问这些中医理论，把巫术的动作融为一体，创造了太极拳。就让父亲学拳，开始就学老家，练了三年老家。后来呢，十岁以后离开父亲。后来58年，五伯呢退休回来跟五伯学老家炮锤、枪刀剑棍，普通的推手都是跟五伯学。后来呢，把书回来教的新家，老新家一路二路擒拿和一些用法。就是第一，建立这个运动体系，建立这个运动体系和韩式螺旋的运动方法是一个运动体系，就是丹田带动。首先呢，各个肢体做得准确，支持丹田，形成丹田的核心，一动全身都动，节节贯穿，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贯穿起来，就是缠绕螺旋缠丝的运动方式。外家呢开始注重外形，内家呢开始就注重内病病化，说由内不能达到外也不成，就是气不本之身，虚而则不实，不行于骚节，使了任虚。你在里边转，你要用的达不到手上，你要用肘了达不到肘上，使了任虚，它也要由内及外。养乐场在那个地方，为牛为马，这边教学它是看一看记住一点，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他记了整个套路，别人并不知道他学拳。看了养乐场市民偷拳呢，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。
回去大概有三四十分钟。那些道学呢，佛家人他都知道，知道他不会知道很深了，他都知道。我的太极拳跟道家、佛家都有一定的关系。中国文化它是一个体系，都受阴阳学说思想的影响。然后他就问我，太极拳呢，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给我介绍一下太极拳？我说太极拳呢，是以中国的阴阳学说理论根据，一种特殊的运动方法。通过这种运动能保持心理平衡，循环系统正常化。哦，这样的吗？我要学太极拳。